Weiß, bist du da? Und hier im jetzt geht's los.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参加国际标准舞决赛的选手名单，有三队意大利选手入场，此外还有两队英国选手，以及还有一队德国选手。Und mit diesem geht's in die Entscheidung. 这是国际标准舞的决赛，安博切罗斯和他的大乐队参加了为这些进入决赛的选手伴奏的活动。现在的音乐严格要求在每分钟30拍。 这是四分之三拍的舞曲，选手们可以大幅度地按节拍飞一般的舞蹈，他们占据了第一到第七名的位置。 第一支舞结束了，当然要评分。不过评分的结果，我们还是待一会儿来看吧。斯特凡·欧森科伯和皮亚戴维这一对德国冠军，乐感十足的起步，配合美妙而和谐。但是看来年轻的选手们，尤其是意大利人，超过了他们。意大利人是选拔赛的赢家，而斯特凡·欧森科伯和皮亚戴维则是进入决赛的唯一一对德国选手。他们在第一支舞后名列第七。 这是这对世界冠军的得分，皮诺和布雷利7的第一。他们在第一次出场时已经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二支舞曲《Tango》，这是这对世界冠军最喜欢的舞蹈。镜头前的正是他们，9号选手。 看的是阿根廷式的快步舞，歌手罗贝尔托唱得好极了，像世界冠军一样。意大利也有自己的一套国际标准舞，而他们的世界冠军皮诺和布加雷利好像也是不可战胜的。他们的舞姿沉静，有时又几乎显得傲慢，不过同时又那么充满活力。
在这极其美妙的动作和形体中，他们的得分自然又是七个第一。第二名是维加和巴瑞，名列第七的是欧斯科伯和戴维。决赛的第三支舞是维也纳华尔兹，这种舞是世界许多顶尖的国标舞选手都喜欢的舞蹈。维也纳华尔兹并非所有地方的华尔兹都是如此。现在这是乔纳森、克罗斯利和海利琼斯，他们来自英国，他目前处在第三位。华尔兹绝不雷同，跳这种舞时要注意放松，能够自如地控制感觉。Nicht überall kommt er so an. 这一对英国选手乔纳森·克罗斯利和凯利·琼斯的确是光彩照人，他们有着英国式的优雅，动作又那么轻盈。Und dabei dürfen wir nicht unterschätzen, wie Rechts- und Linksdrehungen locker und leicht wirken, viel Gefühl und Körperbeherrschung. Die Engländer mit Ausstrahlung und schon wienerischer Eleganz. 这是得分，英国选手得了第二名，第一名还是皮诺和布萨雷利世界冠军，奥斯科伯和戴维是第七名。Die Weltmeister zweite Villaverde und Ostenkopf immer noch auf sieben. Wir kommen in den vierten Tanz, den Slow Fox. Mit der sechs sehen wir hier.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慢步的胡布，这是带着六号的选手，英国的第二队选手罗贝尔托·维拉和米歇尔·巴瑞。罗贝尔托自然是意大利人，但是他们现在都代表英国参赛。漫步瀑布是国际标准舞部分的第四支舞曲，也是倒数第二支舞。一直在镜头中出现的是来自意大利的罗贝尔托·维拉，不过他在国际标准舞部分的舞伴是米歇尔·巴瑞，代表英国，他们完全没得到第二名。引人注目的是他们轻松和谐的舞姿，而人们并没有想到他们只有21岁和22岁。他们的得分是五个第二，两个第三，他们离第二名更加接近了。我们来回顾一下各队选手目前的名次：第一名还是意大利选手皮诺和布乔雷利，第二名是维拉和巴瑞，第三名是乔纳森·克罗斯利和凯利·琼斯，然后第四名就是来自意大利的波森诺利和巴达斯罗尼，同样来自意大利的亚历山德罗和米切拉排在第五，名列第六的是来自立陶宛的比维卡斯和丹尼尤特。现在先让我们来欣赏一下国标舞部分的最后一支舞吧。
dann Jute aus Litauen und dann Osten kommt da. Und jetzt noch einmal alles ab beim Quickstep letzter Tanz. Amateure. Die letzte Wertung, 35 mal die 1. Und Ines Riedl sprach mit den Siegern. 按照惯例, 胜利者要接受采访。 亚历山德拉和威廉首先冲的你们35个第一，在业余选手的比赛中，这种得分简直将保留成为一个奇迹。你们肯定要参加11月份在伦敦举办的比赛吗？是的，我们的目标当然是11月份在伦敦再次成为世界冠军。但此前我们还想参加其他一些比赛，国际的，这样可以进行训练，然后去伦敦。 你们现在是世界冠军了，你们从98年起参加德国电视一台的这个比赛，这次是在慕尼黑。是什么行动促使你们从事这项运动的呢？我单纯是享受舞蹈，我爱舞蹈。这涉及到最突出的一个原因是舞蹈会带来乐趣，我们愿意享受这种乐趣，这就是我们不断参加舞蹈比赛和活动的动机。